我把我去年想买的作品的文案进行了免费授权。其实作为传统文化的热爱者和传播者，能看到这么美的一个视频，把我的文案传播得这么广，这也和创作团队的演绎和视觉加工密不可分。保护原创版权才能让短视频创作越来越繁荣，但精力真的很有限。我希望这件事情在我这里画上一个句号，我能回归自己的生活。感谢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，感恩。今天刘德华以及某车品牌文案抄袭的事件越来越备受关注，品牌方和广告方以及刘德华先生都道歉了。这一次北大满哥也站出来了，并且表示自己很开心大家能够支持我帮助我，自己也很开心看到自己的文案被制作成小视频，说明所有的文案都是离不开视觉设计多方面的合作。最后北大满哥表示自己的文案是免费授权的，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，给有需要的人使用。北大满哥还强调希望大家一起能够尊重原创，重视原创，最后也希望大家不要再打扰他，他想回归正常的生活。